心情，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，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。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，飞得比别人高，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，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温暖的是否在他心里面，有空就多多握握他的手，